集合南投县各地农特产品的南投好食活动，这个周末在台北地下街举行，现场有十元就买得到的金牌文旦，还有埔里的美人腿泡面，以及改良过的黄金百香果和苹果胶，让您尝鲜。农业大县南投的农特产品在气候和地理优势下，栽种的产量跟品质都是全台之最。每年夏天就是南投水果盛产期，像凤梨、红龙果，还有这种改良过的蛋胶、苹果胶，金黄色的百香果也比传统的要甜。黄金百香果它甜度非常高，也蛮好吃的，还有个满天星，都是新品种的。南投的高山茶、乌龙茶也很出名，因为高山气候，茶叶泡起来是格外的有山气的喉韵。还有庆义乡的原味梅汁和冠军龙眼蜜，泡完之后自然混浊，上面泡泡历久不散的，就是百分百纯天然的。连埔里的茭白笋，农会都把它做成了美人腿泡面，是还蛮鲜甜的，而且它就是跟泡面结合，还意外的蛮搭的。南投县府集合了各地农特产品到台北过后康，能够以产地的价格买到这个生鲜的食品，我想是相当值得的。现场还有10块钱就能买到的应景文旦，让民众不用到南投也能买到在地当令的丰富特产。记者黄晴、王明雄台北采访报道。